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人大家好，阿公阿嬷，你人大家好，今次拜欢迎你人来到咱的线上的福建聚会，真的感恩，咱每一个拜六会使伫线上见面，真的是真正福气。若是今日你是头一摆参加咱的福建聚会，你是来嘉宾，我来代表咱教会主任牧师孔宝亮牧师，甲咱的副主任牧师严严牧师来欢迎你。那是希望你会使逐个拜六伫线上参加这个聚会。今日咱这个真有福气，会使做阵来俄罗主，做阵来基督主，做阵来听主的话语。所以咱爱去一个敬拜的时间，到要敬拜的时阵，会记咱爱带一个快乐的心，带一个真正喜乐的心，一个感恩的心来俄罗咱的主。伫俄罗主之前，咱来做一个祈祷，好不好？来，咱进入阿头来祈祷，将这个聚会，将这个敬拜时间交予主。哈利路亚！天父上帝，真个感谢你，可能有这个机会，逐摆会使组织伫线上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今日带咱带着真正喜乐的心来敬拜你，因为主你是听咱的主，你是伟大的主，咱来唱 VV 来唱歌来跳舞来俄罗斯的名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咱的主，你是甲咱同在的主，所以主咱将这敬拜的时间交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大大可能一个喜乐的心，感谢俄罗斯主，奉耶稣宝贵的圣名祈祷。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！头一首歌来唱的，就是我来祝福你啊！这首歌我相信大人皆会晓唱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伫个副歌的时阵，伊讲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，好不？那是你身边有你厝内人，还是朋友，最近甲你参加这聚会，甲唱着首的时阵，你个讲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，好不？彼此来祝福，这是真正欢喜的时阵。好，这种个将这时间交予咱 Sheryl 牧师来带领咱来敬拜咱伟大的主。Amen， 大家好，我来祝福你。我来祝福你。Amen。喜乐的心情，灿烂的笑容。求主的乐观，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，人生的希望拢在这，上帝甲咱听命命。笑容，平安的祝福，开阔的境界，有主的同在，咱无故事灾害，上帝赏赐福气，予咱电话满是，咱爱彼此三听通，彼此祝福咱的将来。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，上帝的恩典这呢大，感谢唱出喜乐歌。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，人生的希望拢在这。上帝阿咱听命命，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，上帝的恩典这呢大，感谢唱出喜乐歌。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，人生的希望。
上帝家，上帝甲咱听命命，真心的希望拢伫遮，上帝甲咱听命命。阿门！上帝听人听命命，咱也要来彼此相听谈。阿门。上帝对咱真疼痛，咱着怎样来报答？地主已经归落单，信心惊大着背下，大家同心相疼痛，来做阵讲，相疼痛啊，相疼痛，咱着相疼痛，上帝对咱真疼痛。咱着怎样来报答？地主已经归落单，信心惊大着背下，大家同心。相疼痛，相疼痛啊，相疼痛，咱着相疼痛。来，做阵来讲，相疼痛啊，相疼痛，咱着相疼痛。Amen. Amen. 是的心，你是我人真疼，我人的心， Amen. 我人来敬拜你。人讲这人生亲像做眠梦，头早睏，醒着拢无伴。虽然咱有时世间人无情，只有看破正做空。愿讲阮人生有出来听通，虽然山车人嘛有希望，不免吹阮脚，不免心紧动，不免心酸过目眶红。若不是耶和华起初的人就着磨空空，咱拢是上帝的产业，天地有财富永远不破空，出来打开心内的门窗，即使当头时得到希望，只要咱有心，上帝嘛有情，即使间有痛有希望。
念咱有时，世间人无情，只有看破真多空。愿讲阮人生有主来疼痛，虽然山下人嘛有希望。不免做怨叹，不免心沉重，不免心酸苦八苦寒。若不是耶和华起造，起造的人就着磨空空。咱拢是上帝的产业，一顶财宝永远无破卡。向主来拍开心内的门窗，即时当头时得着头棒。只要咱有心，上帝嘛有情，这世间有疼有希望。只要咱有心，上帝嘛有情，这世间有疼。
十字架的恩光，阮照顾主声，带着主爱的力量，向着我笑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是活人的主，活人爱永永远远来亲近你，永永远远住伫咧怀抱中，来享受着主的爱，受着主的保护。主啊，我人拢做嘛爱来顺服你，有人爱来跟对你，有人爱来遵守你的道、你的话语，有人爱你。主啊，你来使用有人成为你的器具。为你来做见证，来传福音，感谢俄罗斯，奉耶稣宝贵的名祈祷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俄罗斯主，真个，安尼看海敬拜主是真正真正欢喜，主是配得让一切的俄罗斯敬拜。咱感谢主，因为伫这疫情的当中，伊继续的可能新加坡真正安全，咱看到的让新加坡这个疫情受了真正大的控制。感謝政府，因為我們的祈禱，我們的政府有智慧聰明，可以帶領我們各人，每一個人可以在這個疫情裡面，這樣的會受到真正大的主的保護，真正大主的保守。不過我們要特別的祈禱，所以這時候我們要帶領大家來祈禱。我們的祈中到十二點，我們特別有這個祈禱的時間，我這個希望你也是可以參加我們這個祈禱的時間。這時候我要帶領我們大家來祈禱。新加坡雖然是真的大已經受到控制了，不過外國還真的多人，真的多國家，他們已經還沒有說真的好，
好不好？咱为着新加坡，为着外国，拢来祈祷。咱知影主是听祈祷的主，伊听祈祷，伊咪成就祈祷，对唔对？好，啊，即阵来按正个心来压头，看了目睭，我带领大家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天父上帝，感恩感恩，因为你可能新加坡即疫情受了真正大的控制，感谢你让你看你可，有人会政府有智慧有聪明，会使带领咱。每一个人会使得胜，会使看到咱个新加坡疫情拢总是真正真正好。不过主，咱嘛知影，佮真侪国家个疫情无甚物好。主啊，我祈祷你来，嘛是小心可以咱个政府有智慧聪明，可以咱个每一个国家个人民拢总嘛是会使甲政府配合，最近行过即真艰苦个时间。主啊，你来特别祝福伊人。主啊，可每一个有破病个人紧紧好起来。主啊，你嘛可隆重伫这个医院的这前线的人员、医生、甲秘书，隆重嘛受到你保护，可以人嘛是会使啊，伫紧紧的伫这个安全的时阵，会使来照顾隆重的病人。主啊，你嘛是会使拍开真正侪这当中啊有烦恼、有问题的人的心，可以人会使接受主耶稣。因为咱知影，包括主耶稣伫这疫情内面，会使可能得胜，不断的得胜。主啊，你可以咱平安，你可以咱一个真正喜乐的心，知影主，你给咱同在，伊人心计无惊吓，心计无欠亏。所以主啊，你嘛是可能每一个基督徒，不管是新加坡还是外国，每一个基督徒，咱嘛是喺同心合意来，除了为人祈祷，咱嘛是兴起来来帮助伊人。主啊，尤其是这圣诞节诶，这个日子内面。主啊，可能会使更加多勇敢的该人分享主的话语，来分享这好的消息，就是主耶稣，你降临，你来到咱世间，你为着爱拯救人，你为人牺牲，你的性命是你决定。所以主可能会使接受这圣诞节上好的礼物，会使来永永远远甲你同在，有永生的盼望。所以主，咱感谢你，咱将咱大家每一个人的安全交在手中，你继续来带领人，你继续来引带人。感谢我罗主，奉耶稣宝贵的圣名祈祷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咱真个真欢喜，因为主是听祈祷的神，伊嘛是会成就咱祈祷的。咱爱继续为着咱国家的人，甲外国的每一个人，大力过来为着这疫情来为咱祈祷。咱相信，咱真紧，咱新加坡会使一个第三个阶段，咱会使更加看到更加多的人有更加大的自由，咱也看到咱每一个人会使真个得胜，每一个人欢真正欢喜，感谢主。即阵是咱爱来。奉献的时阵了啦，感谢主哦，让可能会使有这机会奉献，真个让知影一切是对主来的，让这阵会使奉献个主，是伊可能一个真正好的机会，让来带着喜乐的心、甘心乐的心来奉献。所以你知影奉献，让正看哈，你荧幕一照有这个链接啊，上网啊，这链接咧会伫这个荧幕对。拜一到个礼拜，特例哦，无管什么点声，你可以上网来做这啊奉献。咱会记，咱这红色的一个，就是咱十亿的奉献；啊，蓝色的一个是咱选家信心的人献。你记，咱用的银行的手机的应用程序来扫描啊，不是普通的一个应用程序，是银行的应用程序，你使来扫描，让你使来安尼款的开心的安尼款来奉献去做。所以，咱伫算会后，会使开始来奉献了。我讲了，每一日一部分时间，你嘛使去这连接来奉献。感谢我主，即阵来带领大家来做一个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好让这机会会使奉献。主啊，今日一切是对你来的，咱所有的是你所祝福咱的，所以咱即阵爱奉献给你。主啊，你用咱奉献来扩大主的国度，来帮助真正最有需要的人。可主啊，可你福音会使传到地极，可每一个人会使听到你福音，会使来敬拜耶稣，会使来接受耶稣，伊拉有永生的盼望。感谢主，祈祷奉耶稣宝贵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好好，哈利路亚。今日咧，咱嘛是有，我嘛是一个报告，爱给大家讲哈。这报告咧是隆重人爱听，因为是跟咱隆重人有关系嘿。咱知影12月19号、20号，伊咧拜六礼拜，咱无列上嘅聚会哦，咱无列上嘅聚会。啊，所以咧，伊有特别的安排，有一个特别的节目，叫做我伫厝庆祝
圣诞，我伫厝欢庆圣诞，这是一个圣诞的 party， 是来庆祝圣诞节，是伫厝内会使做定来做，咱会特别伫十二月十八号拜五八点，有人会伫 YouTube 频道，会头一摆会来举行头一场的录影，咱爱录影伫拜五十二月十八号八点，咱主任牧师会带领咱来。神游去，会带领咱来唱圣诞的歌，会献上感恩。咱知影这节目嘛，特别的是请咱隆重的囡仔的，咱会用三款的语言，就是用英文、用华语、用福建来举行。所以头一场播出后呢，咱所有人会使伫 YouTube 随时计使来观看这个节目。哦，隆重三个视频，福建、闽南、华语啦。甲英文，所以鼓励真正做小组的组员、组长，甲厝内的人拢全使伫厝内、家己的厝内来举行这圣诞的 party， 邀请朋友来参加来组织，会使配合有人的这节目。不过咱会记，咱组织的时阵，千万爱遵守这社交聚会的安全的距离准则，吼，这安全距离准则，继续的，咱爱来好好的遵行。啊，你看大家组织的时阵平安安，所以我今日鼓励大家，把你来厝哦开，邀请人，给这做五个人，咱知影就是五个人来到你厝，做阵来参加这圣诞 party， 所以做阵来看咱这个特别的节目。我伫厝来庆祝圣诞，好，这是唯一的报告。即阵是真正欢迎的时阵，因为咱爱来听新的话语了，准备了未？准备了，给隔壁人讲，我人爱来听新的话语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教会今日是十二月五号了，即过二十日，有人就是有圣诞节了。圣诞节是十二月二十五号，咱知影。所以我即阵是要来祝福大家。圣诞节快乐，圣诞节蒙恩。圣诞节是有人特别爱纪念天父上帝的爱，安怎呢？因为赐予人上好的圣诞节的礼物，就是伊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爱，因为伊愿意道成肉身来到咱这世界来拯救我人。圣诞节所以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，所以咱规个十二月每一日，皆是一个真欢喜来度过，好无？咱知影圣诞节，咱来更加多会将这爱来分享出去。所以今日牧师爱分享的这信息，也就是甲爱有关系啦，对。所以今日我的题目咧叫做“全心全意来爱主”，全心全意来爱主。我咱即阵做滴来看马可福音。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，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到三十一节，有一个文士来，听见伊人辩论，知影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伊讲：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要紧的？耶稣回答讲：第一要紧的，就是讲以色列啊，你别听，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你要尊心、尊心、尊意、尊力，爱主你的心。其次就是讲，要爱人如己，再无比这两个改变搁较大了。哈利路亚！咱即阵来阿头祈祷，将这个智慧交伫主的手中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这是圣诞节的日子了，咱感谢主，你来愿意为咱的罪受这个顶，伫这圣诞节降临。主啊，咱知影你的爱是遐尼大，所以主，咱今日嘛是爱来听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咱爱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来爱你。主啊，你拍开咱耳呀，拍开咱的心，可咱会使领受到你的话语。因为主，咱真个伫这圣诞节，唔止爱来爱你，嘛爱将你的爱分享出去，个更加侪人会使来接受你、敬拜你，得到永生的盼望。所以主，你嘛温过我的嘴，给我讲了简单清楚，可每一个福建弟兄姊妹，拢在安干的阿公阿妈，拢都听了明白，会愿意来爱你，会愿意来分享你话语，来直接圣诞节来带领人来庆祝。感谢主，听来祈祷，奉耶稣宝贵的圣名求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首先我读的这经文，
伊背景是啥物？背景是耶稣伊来到耶路撒冷，伊甲几个即宗教的领袖来辩论神的话语。真侪人聚集来看闹热啦，有一个文士咧，即文士就是借这机会爱来试探耶稣。伊佮问耶稣，摩西的律法中的诫命，倒一条是第一重要的、第一要紧的？哈，咱知影耶稣有智慧、聪明，恁着伊阿在回答咧。伊个安尼看讲，听好啊！伊讲，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也要爱人如己。主耶稣的回答是不过咧，唔是保罗会战胜，会赢过伊个文书的试探。伊个讲明了一个真正重要的真理，就是甚物？就是上帝大的诫命，就是爱，就是爱神甲爱人。咱会知影上帝大的诫命，就是爱，是爱神甲爱人。所以今日我来做定来学耶稣所讲这两条诫命中的头一条，头一条就是开始咱讲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下拜六咧，咱个做定来做定学第二条诫命，就是爱人如己。好不？所以伊下拜六嘛在参加来托经聚会，最定要爱人如己。咱知影世界每一个爱，拢总无讲是无缘故的，每一个爱皆是有原因的。咱知影世界，咱每一个人，咱会使爱神，是因为咱的神先爱咱，是上帝先爱咱，是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，咱来看，伊讲有人爱，因为神先爱有人。有人爱是因为神先爱有人，因为神先爱有人，所以咱感受到神的爱，咱就会使去爱别人，会使去爱神。啊，你看神如何显明伊对有人的爱呢？咱的上帝如何显明伊对有人的爱？咱即阵来看，咱的主显明伊对咱的爱，通过三个真正大的方面，互咱知影伊对咱深深的爱。头一个是因为咱遐得到咱神爱的供应。神爱人，伊讲伊予人，上帝一切的创造，拢是为着什么？为着有人。伊用了六日创造了这宇宙万物，并且将一切所有的创造交予人来看顾、来管理、来享受啊！有人生命所需要一切，拢是上帝来主创造的。伊来一创造，伊爱供应予人，予人的生命甚物个无欠亏，所以这是真正好。主安尼款的爱人，创造一切，予人会使管理，予人会使享受。所以咱知影，咱的神会赐予咱一切，咱所需要的。保罗伊个伫罗马书第三第八章第三十二节，你看甲咱讲，伊讲神既无爱惜家己的子子，为物人下众正人下了。其无也将万物甲伊做定白白的赐予予人，所以你知影，你看上帝一念家己独生子主耶稣本来赐予人，伫这圣诞节成为一个礼物给予人，所以有甚物物件咱所需要的，是咱的上帝、咱的神、咱的主无予予人的，无可能。所以这是主伊表达咱的爱，伊显明的爱头一个，因为伊可能爱的供应。咱嘛知影，咱的神听人，伊对咱可能爱的供应，伊可能爱的保护，伊可能爱的保护。感谢主，咱伫神内面会得到爱的保护。所以咱来看，这个是伫诗篇一百十一篇五十甲七十，安尼看甲咱讲，伊讲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边来荫庇你，荫庇就是保护你啦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到一切的灾害，伊要保护你的性命。哇！你看，有耶和华的保护，咱无惊灾害，这是神的应允。所以咱知影，咱伫神内面有平安，咱会使放心。因为伫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，耶稣伊嘛是甲咱讲什么？真爱听好，这真正好的经文。我将这些事来甲你讲，要叫你人伫我内面有平安。在世上，你人有苦难，但你人会使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耶稣讲，你人在我内面有平安。你相信耶稣讲的话无？耶稣讲，咱在主内面，咱在伊内面有平安，咱会使放心。那是咱的主叫咱放心。
弟兄姐妹，你可放心啦。这世界是有烦恼，啊，有苦难的。不过咱知影，耶稣讲你就会放心，好无？大家己讲放心啊，放心。尤其这阵是圣诞节去诶，这啊日子内面，让隆重有特别的平安。所以伫主内面有平安，爱放心。这是主爱听人，显明你听人，吼，伊可能爱的保护。啊，你第三，咱除了主显明你爱，可能爱。而这个供应，爱的这个保护，咱的主，佮可能甚物？可能得到爱的救赎啦，爱的救赎啊！感谢主，咱知影阿东、夏娃犯罪，所以可能人类陷入个罪恶当中。上帝伊却用爱来救赎无人，救赎你，佮救赎我。伊舍弃家己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成就了救恩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清楚甲咱讲，唯有基督伫我人搁做罪人的时阵为我人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人显明了。你看，神的爱向人显明，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是爱的救赎。所以底下这边，神以显明了伊对我人的爱，通过爱的供应，通过爱的保护，通过爱的救赎。所以让每一个人，让得到爱来回应主的爱，让得到爱来爱主，一生爱人，所以让这种会使生爱主。所以约翰一书个个人讲，让我人会使爱，是因为神一生爱人。所以让这种参与主安尼款大的爱显明给人了，让得到爱更加多来爱主，对不对？让卖惊，让来爱主，相信主。无爱主的人，你知影保罗个人讲，无爱主的人会受到咒诅。这不是我讲的，咱看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二节，你看跟咱讲，那有人无爱主，这人可就可做，主必未来。这人可就可做，佮意思佮讲，若是你无爱主，你会得到咒诅。这话我来解释，有两个方面。头一个方面就是，你看，咱的主为咱死伫十字架顶，伊为咱流血。为咱受了真侪折磨，为了真侪痛苦，结果死伫十字架顶。咱应该去爱主无？伊牺牲嘅生命，你看来爱咱，咱应该来爱主。若是无，咱无去爱主，咱就是一个忘恩负义嘅人，咱就是一个无爱心、无温情嘅人。因为人为咱牺牲生命，咱国安尼看呢，卖去爱伊，这是讲袂过。安尼看就是受了咒诅。我亲像那是一个父母。对谁啊？伊囡仔对谁会使饲人大，可以人长大，可以人切读，结果伊人大学毕业了，伊人伫外口做工赚大钱。若是这个囝子无安尼款的报恩，无安尼款来孝敬父母，安尼款伊人嘛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咱知影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圣经甲咱讲。所以这是咱知影，咱卖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囝子，咱爱来安尼款的来。孝敬咱爸母，你看，这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就甲咱讲了，你人做囝子的，必得主来听从爸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孝敬爸母，唔是爸母是做囝子必须做的责任。孝敬爸母是律法的要求，是摩西的律法十诫里面第五节的这诫命，就是爱孝敬爸母。所以受伤的，那是咱孝敬父母，爱咱父母，卖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那么就爱咱的神，啊，咱就爱咱的神，因为是为咱牺牲一切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嘛是甲咱讲，伊安尼款写，伊讲，所以弟兄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人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人如此的奉的侍奉。来是理所当然的，受伤这嘛是理所当然。那爱你看如此的来侍奉主，爱伊听伊，这嘛是理所当然的。因为咱做干的罪，所以咱去，这是咱爱做，但是无咱会受到咒诅的。保罗伊个讲什么？伊讲咱读了，伊讲咱读了爱怎样，咱会受到咒诅。伊后尾个讲一句，伊讲主必未来。主必未来，啊！再讲主必未来咧，原来伊是甲咱讲，咱伫这世上的日子实在是有限的。
咱袂使活永永远远活掉的。所以伫这有限的日子内面，好无更加多来爱咱的主，更加多来听咱的主，来跟对咱的主。安尼款，咱个袂受着咒诅，就是这意思。所以有时阵，咱即阵活掉的时阵，咱就着爱好好来爱主。啊，这是一方面，咱知影，那是咱无爱主，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咱受着咒诅。第二方面呢，啊，怎咱受着咒诅？那是咱无爱主呢，因为咒诅是一个律法的刑罚啦，伊是一个律法的刑罚刑罚。加勒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，你看甲咱讲，伊讲基督既为乌人受了咒诅，就赎出乌人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常记着，伊讲凡挂伫茶头顶的，拢是被咒诅的。所以你看，耶稣基督伊救赎乌人，伊退让，是退让。即受到咒诅，伊死伫十字架顶，伊挂伫十字架顶，挂伫叉头顶，意味着咱受到咒诅，所以咱家己免受这咒诅。不过呢，若是一个人伊无受爱主，伊无相信主为伊承受的咒诅，因你看主伫十字架顶所做一切的牺牲，甲这个人无关系，所以这个人必须家己去面对这个刑罚，家己去承受这律法的咒诅。所以底下几位，那是让知，让了解，让知呀，让智慧，让各位知呀。主已经为咱罪退了咱死的世界顶，所以伊担当了咱的罪恶。伊就将罪咒诅是第一的身体，伊为了啊，这承受了这咒诅，所以让安尼款让个无，让个脱离这咒诅了，让这阵会使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有自由就是安尼款。所以千般爱记来听咱主，来爱咱主，让爱知呀。耶稣基督伊讲上大的改变，第一要紧的就是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来爱阮来主，就是要全心全意来爱主。那是咱将主放伫咱生命中上重要的位，咱得着会尽心来爱伊，对不对？亲像一个查甫，那是爱追求的查某朋友，伊的查某朋友是伊心中放伫头一位的，伊将伊查某朋友安尼款放伫头一位安尼款去爱，所以你看。有的基督徒，伊人聚会的时阵，常常计是我教，对不对？特别我教聚会。不过，若是你甲你查某朋友有约会，你我教无？你袂我教的嘛？你无可能我教的。所以想的，那有的咱这个基督徒，咱有时伫奉献的时阵，咱无甚物欢喜，无甚物愿意，无甘心乐意奉献啊。对不对？不过咧，你会使用咧钱买真侪物件，互你查某朋友，对不对？伊爱啥物，你就买啥物。你真正大方，你真正慷慨，这个是咱知影咱的心，因为咱将来查某朋友放伫头一位。所以有时咱因为无将上帝、无将咱主放伫咱生命的头一位，咱将咱查某朋友，甲是咱今日放伫咱生咱的生命的头一位，所以咱有真侪理由，有时无来聚会啦。有真侪理由无奉献，无去服侍，无去传福音，无去做见证。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咱无够爱主，你甲我无够爱主，咱无将主放伫咱头一位，咱爱安尼款的做，将主放伫咱生命的头一位去爱，咱安尼款的爱是主配得的。教会，所以耶稣甲咱讲，这两条诫命头一条，咱爱来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。尽力来爱主，阮来神。所以上重要的是这尽，就是咱的尽量。耶稣基督，咱的主无讲咱爱偌大牺牲、偌大付出，伊讲你尽量，你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就会使了。有安尼艰苦无？无安尼艰苦，爱主其实无安尼艰苦啦。所以即阵今日我来。让最顶来分享，让如何会使全心全意来爱主有咱的神，让教会让如何会使全心全意来爱主有咱的神呢？头一个一句耶稣讲爱什么？爱尽心，让爱尽心，让用有咱的心来爱主，这是头一个咱最顶学习的。如何会使全心全意来爱主有咱的神呢？头一件事就是尽心，用有咱的心来爱有咱的主。你看，这个心对一个人来讲是上重要的，所以箴言有甲咱讲第四章十三节，伊讲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
所以一个人若是用心去做事，成功的机会是真正大，有可能100%的。因为当有人将有人的心放伫任何一件事上，有人会更加骨力的去做，会做甲好好，会做甲水水，做甲人真正满意，对不对？若是人用心去爱阮的丈夫，用心去爱阮的太太，用心去照顾阮的囝子，安尼款的家庭，也就是一个美满的家庭。相像的，若是人用心去孝敬咱的父母，刚才我讲到爱孝敬父母真重要，对不对？若是人用心孝敬咱的父母，去关心的人，带人去食，带人去佚佗，安尼款咱的父母是真正开心快乐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那是咱用心去服侍人，啊，你个人得到咱的祝福，得到咱的，啊，你看你祝福了，伊人嘛是心真正快乐，真正喜乐。所以用心去做甚物物件，拢总会成功的。我阁会记得咯，伫差不多3-4年前啊，伫咱的当人过年农历新年的初二啊，初二，我甲我的太太拍摄牧师，咱阁去探访一个啊。老人家，这老人家是咱在服侍的，咱去探访伊，咱去为家己拜年，所以这老人家伊真正欢喜，因为安怎？因为伊无亲人，伊是一个人徛孤孤单单，伊目睭阁看袂到，所以咱去家己拜年，伊真正真正欢喜，真正真正感动。伊讲你看，甲咱讲一句话，你听好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有心是初一初二，无心是初三初四。伊的意思是甲咱讲。伊真正开心，因为我甲我太太真有心，咱初二过来甲伊拜年，咱无等到初三、初四甲拜年，因为伊代即代表咱的心内有伊，咱会用心的安尼款来祝福伊，所以真正开心。所以底下姊妹，那是咱用心来爱咱的主、咱的神，伊必定嘛是心会真欢喜，也灵会真快乐，对不对？一个尊心去爱人的人哦。咱就是咱想一个安尼尊心去爱咱的主的人，咱就逐日计会读，咱读什么？读圣经、读经文。我亲像一个查甫，伊个追求个查某朋友，逐日伊计什么？伊看对方写好伊个情书，对不对？咱个圣经就是咱个主写好咱个情书。那是一个查甫朋友，安尼看你看查某朋友个这情书，咱相信咱爱主的人，咱就爱看神和咱个情书，就是圣经啦。咱知影，那是一个尊心爱主的人，伊唔止爱看圣经，伊嘛是啥物？嘛是达利去甲主祈祷，因为祈祷是一个交流，对不对？甲主讲话，相像的，那是一个查甫朋友爱伊查甫朋友，所以达利去啥物？伊卡电可以讲话啦，交流对不对？讲啦一点钟啦，两点钟，讲到偌久，计无收棒，对不对？我记有一个牧师，阿恁讲咧，伊讲啊，查甫朋友甲查甫朋友，那是恋爱哦，甜甜蜜蜜哦，伊人真个唔敢放电话啊。伊讲到两点钟后，伊讲 OK 啦，爱放了，不过你先放好无？阿你查甫朋友咪讲，阿你看无你先放啦，阿你看伊讲无你放啦，伊讲无你放啦，结果伊人讲好啦，咱算七两三最顶放电话好无？好啊，我就算了七两三 ，Hello。你个袂放啊！你个袂放啊！你看，偌甜蜜诶！所以咱个神，那是真正用心爱神诶人，就是安尼款，咱会家祈祷，咱用时间甲主安尼款诶交通，真正重要诶。这个尊心哦，爱主诶人，伊阿怎伊嘛是会逐日过来唱诗歌来俄罗主，亲像即个达波朋友会逐摆用真正有爱诶话语来俄罗伊诶。查某朋友，俄罗伊讲伊水，讲伊温柔啦，讲伊好啦，讲伊良善啦，对不对？咱爱唱诗歌来俄罗来主，所以就是咱安怎会使尊心会来爱咱的主，吼、哦，所以真正重要。所以尊心爱主的人呢，伊会将家己的心完全交托给主。我讲过一摆，一尊心爱主的人会将家己的心完全交托给主，伊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这是伫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，甲咱讲的。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教导不人，你人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个会使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咧，会去了解耶稣基督咱的主、咱的神，伊所爱地上的喜悦的物件是甚物？伊会尽心去做咱的主所喜悦的物件。这个是会用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心。
主的心想要什么，什么是可以喜乐的，让尽心爱主的人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，就会按呢款的去做主心内所喜悦的事。主心内无喜悦的，咱个无去做，这个是真正重要。所以咱尽心来爱主，尽心去做。就像呢，在恋爱中的这达波个查某朋友，那是这达波朋友知影，伊这查某朋友是个花。啊！伊自家花，伊就都带你去买花送给伊。但是知影伊查某朋友自家食 chocolate， 伊个伊常常会买无相口味、无相味道，而这个 chocolate 给伊查某朋友食，因为这是伊查某朋友心内自家的，伊个会去满足伊。不过伊记吼，卖食个嘴，安尼嘴 chocolate 啦，尤其是这种圣诞节啊，啊，查某朋友食了会肥的啦。不过你嘛是听伊，你无管伊肥无肥，因为你是尽心而爱伊，对不对？哈利路亚！所以咱个安尼款的尽心，哦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安尼款来爱主，来满足伊的心意。咱知影主伊心内面所喜乐的、上喜乐、上喜悦的一个事是啥物？就是看到人得救，对不对？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有甲咱讲，因为神差伊的囝降世，毋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伊得救。所以那是我们尽心爱主，知影主爱世人得救，咱个会什么？咱个是下来去传福音，愿意去传福音，愿意去为主做见证，带领人来信主，带领人来听神的话语。所以特别在这开始，咱报告了，在圣诞节，咱爱有这个节目。这节目就是我伫厝来欢庆圣诞，是做一个圣诞的 party。啊，咱知啦，咱主任牧师会通过这视频，会带来咱什么敬拜、神游戏，搁有在听神的话语。所以咱应该知影，这是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伊卖真无可能定论，但咱计使来敬拜耶稣，伊爱世人拢总会使因为伊得救。所以咱爱把握这机会，邀请更加侪人上镜。让知影一个厝，会使邀请五个人来到你厝，让来鼓励，我鼓励大家尽量去邀请，可能有五个人来到你厝，做阵来参加这圣诞的 party。所以这是头一点，让如何会使全心全意而来爱主咱的神呢？头一个就是尽心，就是用我咱的心去爱咱的主。第二个，耶稣甲咱讲是尽心。啊，尊心就是用我人的性命来爱主，用我人的性命来爱主。尊心的这心呢，在英文的圣经的翻译是叫 soul， 就是灵魂的意思。你知影，那是一个人无灵魂，伊个是无性命了，无灵魂个无性命。所以呢，这 soul 就是讲性命，就是讲尊心爱主，就是用我人的性命来爱主。尊心爱主，就是用我人的性命来爱主。即要咱个一个口开，咱个一个喘开，咱着着爱来爱主，咱活着，咱着着爱爱主，这个是尽心爱主的意思，用咱规个生命，咱个生命来爱主。所以，那是有人爱，互主成为咱生命中上爱的人，上重要的人，咱爱将主摆伫咱生命中的头一位，无任何人，无任何物件会比主搁较贵。无任何人，无任何物件会来替代主的位。主就是坐伫咱心中的宝座，咱的生命拢在环绕的主，吼。这是咱应该做的，尊心爱主的人，就是安尼看的，用生命来爱主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，咱看保罗就讲，伊讲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尽把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伊已经隔起万事，看做使徒，要爱得着基督。你看，这是保罗，使徒保罗，伊为着主，伊讲主是我的至宝，伊是我生命上重要的，对我生命上重要的，比其他一切的物件，伊更加宝贵。所以，伊要尽心来爱主，甚至乎咧，伊愿意付出伊生命一切的物件，来为着爱得着主耶稣基督。咱嘛就爱亲像咱使徒保罗安尼款，咱嘛是安尼款，愿意牺牲咱一切生命一切，为着是爱得着主耶稣，咱爱尽心来爱主，咱爱愿意讲主啊，咱拥有的一切是对你来的，咱愿意安尼款的来爱你，你是咱生命上重要的，你所祝福咱的物件，咱爱甲别人分享，来去祝福别人。再来提书第一章第四节，清楚嘛甲咱讲。基督照我人百姓的旨意，
为我人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人脱离这罪恶的世代。咱知影主耶稣，伊连家己的性命拢要愿意为咱付出了。咱当然特别甘心乐意来为主来付出，对不对？咱亲像保罗呢款呢，会使尽心来爱咱的主，将性命的主权，将咱性命的主权交给耶稣，为耶稣来活。这就是一个尽心爱主的人，将性命的主权交给耶稣。这咱来看加拉太书，真正重要。保罗讲的第二章第二十节，第二章第二十节，保罗讲。我已经甲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我掉的无再是我，乃是基督伫我内面活掉，并且我如今伫肉身活掉，是因信心的行旨来活。伊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你看，保罗伊清楚甲咱讲了，伊是一个尊心爱主的人，即尊心爱主的人是将性命的主权来交予主，伊性命袂围绕伫家己，伊袂以家己为着为性命的中心的，即个真正真心真真心爱主的人，伊将家己的性命的主权讲主啊，我交予你，你来掌管我的性命，你来引导我的性命，伊袂以耶稣。耶稣基督为伊生命的中心，伊一切爱做的是主叫伊去做的，主爱伊做的一切，伊拢总会去做；主交代伊做的，伊拢总会照做。因为主就是伊的，什么？就是伊的救命恩人。咱知影，咱的主是安尼看救人，伊牺牲家己生命，咱嘛是应该讲主啊。安尼看，即阵我掉，无再是我了，是你了。我讲一个比如，可能你较明白。那是要问你，那是你过马车咯的时阵，忽然间有一辆车冲过来，你知影你无救了。那是这车你看弄你，你当就是死路一条。不过，这车佮袂弄到你的时刻咧，有一个人对后背堵了出去，安尼你出去了，这人反对，这人靠车弄死。伊最后一口气的时阵，你抱伊起来，你看到伊，伊最后一口气的时阵，伊讲。好无，我交代你，你会使帮忙我照顾我的死去的这囡仔无？我问你，一阵伊最后一口气，伊为你牺牲家己性命，伊所交代你的物件，你会讲好啦，我去考虑，我去祈祷看卖，会无？你袂？你知影伊牺牲家己性命来救你，伊所交代你做物件，你得着会去做。所以保罗就是安尼款，咱可就安尼款尊心，用咱性命来爱咱主。这是真重要的，所以咱爱搁较侪安尼款做好无？啊，这是第二件事了。所以教会如何全心全意会使来爱主有人的心？头一个就是用有人的心啊，尊心用有人的心。第二个就是用有人的性命，就是尊心，尊心来爱主，用咱的性命来爱咱的主，这是真正重要。第三就是尊意啦，尊意是用有人的意念，甲咱意志来爱主。哦，让意念甲让意志来爱主，让先我先分享，是不是意念？用心啊，就是用意念来爱主，好不？这意念是代表有人的头脑，好、哦，意念是就是用我的头脑，用我的思想来爱咱的主。因为真正的爱，不是浅的爱，不是 blah blah 的爱，是会看得到有智慧、有知识，去敬拜一个人，该使去爱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咱爱尽量。去敬拜主，尽量去敬拜主，因为咱爱用咱心思、咱头脑、咱智慧，安尼看来爱咱主。去求像这达波朋友，因为着爱成功的追求着伊查某朋友，所以伊达着哎，什么用时间去国家来敬拜这个查某朋友，对不对？国家侪来了解伊的心情，来明白伊的个性。所以咱嘛着爱你看，咱嘛着爱你看呢，来国家侪的来。敬拜主耶稣，你看，那是一个尽意念来爱伊个查某朋友的人咧，伊特别会知影什么，特别会知影伊查某朋友是个食什么，无是个食什么，因为伊有去观察，伊知影伊查某朋友是个去倒落剃头，无是个去倒落剃头，伊知影伊查某朋友是个去看什么电影，无是个看什么电影，所以那是让尽咱意念去爱主的人，特别会用时间来搁较敬拜咱个主，咱个神。这个是用意念来爱主的意思，
咱爱安怎会使搁较侪敬拜神呢？烧香的达利爱看神的话语，因为伫神的话语内面，咱使搁较侪会来敬拜咱的主、咱的神。有人就会知影，什么事是主耶稣咱的主真开心的？什么是真开心的？知影无？开心就是对啦，伊看到人来信主，伊看到人得救，伊真开心。那么会知影从圣经的根本，那知影什么是主上帝？什么伤心的，还是真上帝悲伤的？就是什么？就是咱犯罪啦。若是咱人犯罪，咱的主会真悲伤。所以，咱嘛是对圣经里面看到，什么是主上看重的？主上看重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人的灵魂。伊甲你讲，伊个人得救，每一个人都得救，无一个人沉沦。咱嘛是爱通过圣经知影，什么是主所关心的呢？主关心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咱每一个人主最关心的，就是咱人。所以咱会知影，所以主会给咱一切的需要，因为伊真关心咱。所以咱安尼款的用尽咱的意念，安尼款的爱主，去更加多敬拜主耶稣，明白伊的心意，安尼主是真在喜悦的，真喜悦的。所以咱知影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，有甲咱讲，伊讲你人就欲意念烧香，爱心烧香，有烧香的心思，有烧香的意念。好，我的喜乐会使满足。所以你看，伊讲意念烧香，爱心烧香，烧香的心思。所以这是可能讲，那是咱会使更加做敬拜神，咱会使做定伫主的真理内面做定行，咱知影主的心，咱开始做定行也多咯。咱会使去做主爱咱做物件，佮亲像一个情侣咯，伊人彼此的了解，彼此的敬拜咧，伊人会使做定逐摆伫婚姻内面做定行。谈心，因为烧香的心思意念，咱知影主就是爱咱呢款，用咱的尽咱的意念安尼款来爱伊。咱即我即种来分享，是毋是意志咧？会记无？尽意是有尽咱意念，尽咱意志。什么是意志？意志就是用我人坚定的意志力、意志力和意志力来爱主，用咱坚定的意志力来爱咱主。就是讲无论。头前的日子如何？无论咱的生活有甚物情形，无论咱的生活有偌艰苦，有拄着偌大的条件、偌大的问题，咱阁是爱甚物？爱坚定的爱主，永无改变。这个是一个坚定心，用咱意志力来爱咱主，莫看环境。无论日子如何，咱照样安尼款的爱主。这个是用咱的。咱坚定的意念，什么意念？这就是咱意志啊，咱意志来爱主，咱意志力来爱主。因为神，咱知影上帝，伊无永远讲什么，咱的天常常是蓝色的。伊无讲咱的人的这个路途是顺顺利利的。如果咱在服侍的道路上，咱知影有时有酸甜苦辣的啦，咱知影，咱知影无过。咱有时会见到别人的笑，别人的骂。别人的安尼款的讽刺啦，有时咱真无奈，有时咱真孤单，有时有真侪即真艰苦的时阵。不过，即个是试炼，咱需要用忍耐的心、坚强的意志力来面对，因为咱继续的爱主，所以咱爱敬意啊，尊意，那是尊意志来爱主，咱坚定咱的心，讲不管咱怎，咱爱爱主到永永远远。底下几位，你知影撒旦魔鬼，伊卖不人爱主，伊爱人隆重离开主，所以伊会用真侪试探，亲像试探耶稣，你看来试探不人，所以可能会来。不过咱知影，假使我读过了，伫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，耶稣甲咱讲，虽然这世界有可能，不过伊讲，你人放心，你人会使放心，因为伫我内面有平安。所以底下这位，我一摆甲家己讲，虽然有可能，来讲，虽然生命有可能，对，不过我会使放心，因为伫主内面，我有平安。对了啦，你知影，咱爱用咱坚强的这个意志力哦，来爱主，这个会使尽意志来爱主的人呢，一定每一个事。像不管遇到什么困难、什么试探，伊会坚强，伊会忍耐，伊会意志坚定，伊会爱主到底。我相信你甲我就是爱主到底的人，因为咱会尽咱的意志来爱主。这是第三，底下这边
咱安怎会使全心全意爱主我们的神呢？头一点是全心用我们的心来爱主，第二是全心用我们的性命来爱主，第三是全意用我们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志来爱主。落尾，咱相信咱拢总会知全力啦，全力就是全用我们一切的力量、一切的能力来爱主。所以全力的力，意思就是讲力量，意思是讲是能力。所有的一切来爱主啦，其他所有一切来爱主，包括什么？包括那时间，包括那金钱、那才干、那快乐，这个物件拢是对神来的，让爱献给主，给主使用。上帝已经听不人，哦，已经看重咱伊所创造的人类，所以伊可能每一个人有得到的一个能力的，伊可能有得到的能力的，那是主可能有十成的功力啊，十成的能力哈。让去服，让去爱主的时阵，让去侍奉主的时阵，你莫偷偷收着一两层呐，莫吼爱十层的，安尼看你去爱伊。那是你包如爱主服侍主，包如用五层的功力，六层、七层偷偷收几啊？安尼看你个无准力来爱主，就是这意思。哦，那爱准力的讲100%，让爱隆重。将隆重有诶，所有诶，讲主啊，这是你应该有诶，你应该配得诶，我尽力来爱你，就是这意思。咱记得即个才干诶比如无，即才干诶比喻，好，咱知影有一个主人啦，伊是爱出国，对不对？伊出国咧，伊个出国之前，伊个叫伊三个老婆来，一个可以5000，啊，一个可以2000，一个可以1000，啊，你看伊个出门了。咱知影头一个即也着5000诶，即啊老婆咧，伊要怎伊去？做买，伊结果佮赚到佮5000，也到2000的这个老婆嘛是受伤，佮做买赚到佮2000。不过咧，也到1000的伊个老婆真正平淡，伊包如安尼款，看伫土内面，甚物佮无做。安尼看人知影，主人回来了啦。那是主人回来了怎咧？伊个看到哇，这个5000佮2000的这个婆，这个老婆，伊人佮赚到5000，佮赚到2000，伊真正欢喜。伊讲伊是良心、忠心的。婆林对不对啊？这是伊真正忠心啊，良心的老婆，所以伊真欢喜。不过伊看到这1000也1000的这老婆，安尼款平淡，伊个讲你是真歹，个真平淡，所以伊个叫人掠伊出去。所以你看，到会第三的这老婆，伊是无尽力而来爱伊的主，无尽力而来服侍伊的主，伊无尽到伊的责任。不过第一甲第二的老婆，伊人个像你看尽力的安尼款来。爱伊人的主人，一个人那是讲爱主，伊却伫服侍的时间内面，当作是一个哎呀，我不如爱完成我基督徒的责任啦。所以伊个无真正有这精神，无像无这个动力，无这个快乐，无骨甲骨来去做，对不对？那是咱讲来聚会是不如因为爱完成咱基督徒的责任，咱无真正爱主，安尼款咱无尽力。也爱主，所以咱知影，那是咱无尽力做物件，咱袂骨力去做诶，咱袂做出好诶成绩诶。咱一记今日来学着，咱爱尽力来爱主、侍奉主，咱爱将咱生命一切、咱时间、咱快乐、咱才干、咱金钱，拢讲主啊，这是你诶，你配得，我爱爱你。我可能讲一个故事，佮知影虾米是真正诶尽力。《路加福音》第11章第一到第四节，今日我甲咱讲。讲耶稣，伊甚物？伊抬头看，伊见到一个穷的寡妇，倒了两个碎泪，就讲：我实在甲你人讲，这穷寡妇所倒的比正人搁较侪，因为正人是靠家己有剩的摕出来倒伫这个捐箱内面，但是这寡妇是家己无够，将伊一切养生的拢倒上了。哇！你看，伊将伊家己养生的隆重倒上了，这个强，这个真正无类的强的这个寡妇，伊将一切养生的来什么来献和神和书房，伊来奉献在这个神的殿里面，这圣殿里面，所以咱会知影，这个是一个尽力来爱主。尽力来安尼款的奉献的人，这两个碎类对别人来讲是淡薄啊，不过对伊来讲是一切。伊唔是靠家己有剩的，伊是将伊
所有的尽力的来奉献，所以耶稣不讲了，伊所奉献的比正人如今多，所以咱要学习，咱必须学习，这寡妇安尼尽力的榜样，对不对？安尼看就是尽力。咱去看另外一个故事，这是伫马可福音十四章，安尼看甲咱讲的第三节，甲咱讲什么？伊讲耶稣伊伫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这西门厝内坐席的时阵呢，有一个查某人伊摕到一个药品极贵的真拿达的香膏来，伊拍破这个药品呢，伊将伊香膏伫什么压伫耶稣的头顶。耶稣讲，第六节耶稣讲，伊伫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伊所做的是尽伊家己所能的，尽家伊所能就是尽力啦。第九节你讲，我实实在在甲咱人讲。普天之下，无论伫什么地方传这福音呢，也必讲到这查某所做的来做纪念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一个尽力爱主爱耶稣的。耶稣知影这人，这查某人，伊是尽了伊所能的，就讲尽力。意思就是讲，伊其他无啦，伊将上好的伊尽力来爱主。伊拍破一个药瓶，伊香膏安尼款的，伊爱膏。主的头壳，耶稣讲这是一个真正好的事，这是一个美事，所以伊讲普天下每一个人，若是去传这福音，拢总会纪念到这查某所做的物件，因为伊是安尼款的尽力来爱主。底下姊妹，这个是咱爱学到的。耶稣基督伊甲咱讲，上大第一要紧的改变头一条，就是你要尽心、尽心。尽意尽力来爱主，所以咱爱如何来？你看全心全意来爱咱主咧。头一个尽心，就是因为咱心；第二个尽心，是因为咱生命；第三是尽意，因为咱意念，因为咱意志；第四是尽力，因为咱一切力量甲咱的能力。这是今日咱最重要的。你看咱先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来爱主咱的心。哈利路亚！教会爱怎样？神是爱，伊爱有人，甚至乎将独生子耶稣赐予人。这圣诞节就是这特别的意义，因为耶稣降临到这世间，伊爱来拯救有人，伊这是神唯一大的爱。爱是对神来的，有人会使爱，是因为神先爱人。咱袂忘记，咱神可能爱的供应，可能爱的保护，可能安尼款爱的救赎，咱爱更加多来爱咱主，爱咱神。咱必须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来什么？来爱咱神，咱用咱的心、咱的灵、咱的身体，全心全意来爱伊。世上一切物件拢会过去，包括爱是永远会存掉的。咱知影伫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，甲咱讲，这世界甲其上的情欲拢要过去，唯尊敬神的旨意是永远尚存的。尊敬神的旨意，就是尊敬伊改变，就是爱来爱来主，专心专意的爱来主，这是永远的尚存的。所以，其爱是永远尚存的。咱更加多会去爱神，会去爱人。我希望今日这讲道，好多人会使更加了解，可能会使知影爱心的意义，可能会使更加多来尽心、尽尽意、尽心、尽心、尽心。尽意尽力来爱主，有人的心。不过主会到这感谢，我也是爱给各部信主的新朋友来一个机会来领受主的爱，好不？感谢主，你今日会使来参加咱主会，你听到这篇道，你知影主是遐尼的爱你。我来使爱是因为主先爱人，对不对？你知影主伊要做骨甲彰显伊对咱爱无？伊咱伫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甲咱讲，伊讲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伊个独生子赐予无人，将一切信伊个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咱知影，若是咱会信耶稣，咱个袂灭亡，咱会有永生。圣诞节是上帝好个使接受耶稣即圣诞礼物嘞，因为这是上帝好人个圣诞个礼物。所以今日若是你心有感动讲。哇！我爱安尼款的主，因为主是真个一生爱我，伊靠我爱的供应，伊靠我爱的保护，伊靠我爱的救赎，伊救赎了我，安尼看我袂受到这咒诅了。
哦，这就做是耶稣为给我承受了，给我承担了。我这种接受伊，我因信，我称义了，我才成为一个义人，我唔是罪人了。所以那是今日你有爱愿意心，爱来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，我这种好无？你爱来接受耶稣，圣经甲咱讲，爱拍开的心，用信心来接受伊。咱来宣告耶稣的名，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，你讲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咱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所以我，咱爱做定用来做一个祈祷，来接受耶稣做咱个人救主。因为心来相信，相信耶稣是神的子，为着咱死的是决定，咱嘴来宣告，来宣告耶稣，我接受你做我个人救主，咱就马上得救了。耶稣就是咱生命的主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也牧师这种锻炼你来敬拜耶稣，来接受耶稣做的个人救主。这是圣诞节的时间，这十二月五号，今日就是你当生的时阵了，好不好？那这种来阿头，看来目睭，牧师爱锻炼你来做这祈祷，接受耶稣做的个人救主。牧师讲一句，你用信心跟对牧师讲一句，好不好？来接受耶稣，来，我这种爱锻炼。那是来头一摆，爱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，你跟我做一定做这祈祷。牧师讲一句，你讲一句，咱用信心来，你看讲，你讲主耶稣，今仔日我拍开我的心，用信心来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神，求你来赦免我的罪，给我新的开始。可我心里有平安，可我有喜乐，我的军队里到永永远远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这阵呢，特别让知影，特别上帝主耶稣已经在欢喜，因为你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不过我这阵嘛是爱和你家己甲主做祈祷，你免惊，因为我会甲你讲安怎做这祈祷，因为我爱主来和你会使个经历着伊，所以你。做这祈祷，当咱继续的阿头看了目睭，你讲什么？你讲主啊，何我经历你？主啊，何我经历你？因为你做这祈祷七个字，主啊，何我经历你？你看主达到以后，你经历到伊爱、伊疼、伊怜悯、伊恩典、伊能力，好不？来，这阵阿头，来咱阿头去一拜，看了目睭，我算接两三的时阵，你就讲主啊。好哇，经历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就省了哈。一、二、三，哈利路亚！来，将牧师来为你做一祝福的祈祷。特别上帝感谢你，今日看到咱的真侪新朋友接受你作为咱个人的救主，这是上好圣诞节的礼物。主啊，可以咱从今日开始，因为心有特别的平安，有特别的喜乐，因为你降临在咱心，你就是徛在咱心里面。主啊，你祝福伊人，可以咱甚物嘅无欠缺，祝福伊人嘅身体，伊人健康，祝福伊人嘅工作，祝福可以咱嘅家子，伊人孙。主啊，你可以咱会使，因为有你甲咱同在，成为得胜嘅人，所以主可以咱一生一世跟对你到永永远远。感谢罗主，奉耶稣宝贵名祈祷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哈，真欢喜。不过这阵呢，牧师嘛是爱希望你教我做个件事。这阵你看到你的荧幕哈，荧幕这阵呢有一个什么？一个回应的这链接哈，这上网这链子哈，这连接这网址拢提到。因为那是你今日你开始牧师做这祈祷接受。主做的过年救主，可是你确实无祈祷。不过你爱来军队这主，你会使伫散会后去去这链接、这网站，哦，会使填你的名、填你的电话号码、过年资料。安怎呢？因为你这阵是少年的宝宝 baby， 爱有人会使来关心你、来引导你、来锻炼你，更加多敬拜耶稣，让你的灵命会使成长，好不？所以会伫散会后去去这个网站，帮你的名、帮你过年。的资料，我来会跟你联络，爱来祝福你，引出你头前的道路。感谢俄罗斯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咱这阵说落来是爱来敬拜主了，咱唱落尾是祷告来敬拜来主，因为是真的是安尼看你听来主。不过咱嘛就爱回应今日这个信息，所以咱要做回应呢。今日的信息回应真的简单，那是你有一段日子，你个未经历到主的爱。
你讲主啊，你爱是遐尼大，不过我有一段日子无见得到你爱，你真渴慕主的爱大大来充满你的心，好无？伫敬拜时阵，你个拍开双手讲主啊，我爱见得到你的爱，你大大用你的爱来充满我的心，哈。那是你爱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来爱主你的心哈。伫敬拜当中，你求圣灵来帮助你，因为你最终在了解了阿怎去做，你知影阿怎去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讲圣灵啊，我唔爱靠家己的气力，就因为我家己的气力啊，我家己的灵力有限的。不过圣灵你帮助我，可我使尽心，也使尽心、尽意、尽力来爱主，专心专意爱主，我来信。敬拜当中求圣灵来帮助你，故那是你真渴慕，也使更加明白主的心意，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在敬拜当中，也是亲手开始。你看每一个人要怎，人来要求圣灵，让祈求圣灵来引导人，可能更加多会使知影人的主的心意，因为圣灵也知影，因为圣灵是神，伊会显明主的。的心意，可能会使更加多知影主的旨意，那些军队主的道路来行。所以，咱敬拜时阵，咱你看来享受主的同在，好无？咱爱唱一条歌，是上帝有情，人心有望，哈。所以，咱爱用知影主啊，你是有温情的，咱爱来更加多来听你，来爱你。所以，小肉牧师来带领咱敬拜咱的主。人讲这人生，亲像做眠梦，透早睏，四周拢无伴。虽然咱有时，世间人无情，只有看破正多空。阮讲阮人生有主来疼痛，虽然山谁人嘛有希望，不免嘴怨叹，不免心紧张，不免心酸苦目眶红。若不是耶和华基督的人，就着我空空，咱拢是上帝的产业，天顶财富永远不破卡。向主来打开心内的门窗，一世人头世得到头棒。只要咱有心，上帝嘛有情，一世间有疼有希望。透早睏，四周拢无伴。虽然咱有心，世间人无情，只有看破正多空。阮讲阮真心有主来疼痛，虽然山谁人嘛有希望，不免嘴怨叹，不免心紧张，不免心酸苦目眶红。
暗时，耶和华起初，起初的人就着我看看，咱拢是上帝的产业，一天再不永远不破卡。向主来打开心内的门窗，这是当头西得到头房，只要咱有心，上帝嘛有情，这世间有听有希望。只要咱有心，上帝嘛有情，这世间有听有希望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你是这么疼人的神，有你的爱，有你的疼，这世间都有希望。主啊，感谢你的爱，有人可以爱，是因为你先爱有人。感谢你赐予人爱的供应，爱的保护，感谢你给人爱的救赎，给人生命有永生的盼望。主啊，咱来回应你的爱。今日感谢你的教导，让咱会使了解安怎咱会使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来爱主，我来信。圣灵，我嘛祈求你来帮助我人，好人会使做到，好人会使按你看的来爱主，好人的灵、咱的魂、咱的体，全心全意来爱主，我来信。主啊，好人搁较侪才敬拜你。会使明白你的心意，会使完成主你的旨意。我来将一切的荣耀拢归乎你，奉耶稣得胜宝贵的名祈祷。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阿公阿妈、阿公阿弟，看，咱每一个拜六有这样款好的时间来祈祷、来敬拜主、来听神的话语，是上大主可能福气。咱爱知影十二月真个是咱会使搁较骨力，会较邀请人来到咱个厝内，来到咱个聚会，来到咱个圣诞个巴底来听神话语，上帝好个机会。因为圣诞节真侪未信主个人，伊人拢总计暑假来参加一个圣诞个巴底，所以我鼓励大家哦，以及咱把握这机会，咱搁较侪用信心讲主个人是我爱你，我听你。我就要爱做主，你爱我做的物件，让可世界每一个人会使来敬拜主、敬拜咱的神。所以，下期下拜六，咱爱讲的就是第这诫命中上大的诫命的第二条，就是爱什么？爱人如己。所以邀请朋友来做阵来参加咱线上的福建聚会。所以下礼拜六3点，咱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所以神祝福咱大家，拜拜。